你里面有没有拍吗？看我躺在这神奇的摄影吗？对，录影。那你就当最旁边，然后让我至中，你要蹲下来看，但是就看起来一个人都不知道在干嘛。你这个尸体，超棒，超狂，两百分。果然是最贵的 hotel。哦，那像这样吗？刚好有180的沙发，这样可以了吗？还要继续吗？可以。沙发真是两百分 ，Thank you。